today's words of wisdom, The Mysteries of the Laws of Creation,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Alsace or Vietnames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German, Hebrew,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Kore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ussian, Spanish, Thai, Turkish, and Urdu.福尔摩沙，台湾，在葡萄牙文的意思是美丽之岛，位于环太平洋海线，也就是地动区的西边角。因为地震落地运动不断进行，形成岛上雄伟的高山、山峦、平原、盆地、海岸线，甲一挂奇特的景观。差不多有一万八千四百多种的野生生物栖息在岛内，其中两成以上是罕见，也就是将要绝种的生物。福尔摩沙虽然是一个小岛，上天却赐予伊一连串惊奇壮丽的自然景观，包括古城镇甲原住民部落、绵密的山脉、美丽水墙、甲精致雕刻石料。福尔摩沙是上帝恩典加持的乐土。1980年代，青海部上司来到福尔摩沙，当伊住伫一间庙仔时阵，一阵福尔摩沙的人经由内在体验的指引，在一个暴风雨的暗暝，前来要求师傅教因观音静坐法门。自彼时起，青海部上司传授观音法门。和福尔摩沙新千九万的真理对顺者，观音法门是一种观内在根甲因的静坐法门。观音法门的静坐是青海无上师慈悲的礼物，分享予这个世界，甲已经准备好要重返家己内在天国的人。感动于因的诚心。甲对内在天国知识以及开悟的心地渴望，青海无上师自阮福尔摩沙求道者的众多邀请，分享伊的智慧甲真谛远见。伫2007年年初，青海无上师回应了世界会会员心地的渴望，伫2007年2月18日参加新年的庆祝活动。甲来自全世界大约一万名的世界会会员以及贵宾，在福尔摩沙欢庆第二年的旧历新年。今嘛邀请您聆听青海无上师和人开悟的精彩开始。主题是造化法律的奥秘。1989年3月31日，讲在福尔摩沙宜兰。台湾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佛祭。佛祭是你们知道了哈，佛教徒知道，不过有一些别的宗教不知道，那我赶快解释。佛祭就祭天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什么那个哈，任何佛三世五威那个念，整天这样念，念不停啊，念到回家没声音了。好，那个是叫佛祭，祭天念佛。我念佛的时候，我有感应啊。
那个时候有修观音法门了，不过无聊嘛，没事啊，去找去看看啊，台湾修行怎么样？有一位很出名啊，禅师啊，我也要来拜访。我很喜欢修行的人，不论他在哪个等级，我都喜欢。我喜欢他们的道心，他们的单纯的生活，他们的那个救众生的那个慈悲的那个愿，我很喜欢。啊，跟他们念佛有感应，跟阿弥陀佛沟通，然后我就有一个念头，我那个时候感觉到众生真的好苦啊，我就在那里哭啊。我们拜忏悔嘛，拜忏悔的时候就念阿弥陀佛啦，我在那里掉泪了。我说，我跟阿弥陀佛说，众生那么苦啊，不是每个人知道你的名号的，等念你的名号，他们都下地狱了。我就怪阿弥陀佛这样。我说，如果我成佛的话，我跟他说，不用念我的名字，我知道哪一个人苦，我就来帮忙了。我们发什么愿呢？如果我们诚信呢，都会成的。我亲身体验这样子。